轻盈的干净器物。找到这主房内找嘞，刚才麦麦天家主人呢，都是人摸，我等对一间我就是八个人嘞，然后就那抹晒清气，然后又靠对姐呢，靠对厨呢，又靠对主人呢。靠对米酒，那隆重收留了咯。但咱呢也对办了，哎，大爷带留了哈。啊，但这大爷呢，就多我款全能够，啊，我三能够我哈，这隆重呢还被第一号红花，就是好好能够出。大家尽量规划节目，好好能够出啊，我那大爷卖西瓜。从3月18号到4月14号，我们政府已经开始了行动管制令。那什么是行动管制令呢？就是不要让大家太多人的聚在一起啊，因为这个肺炎啊，肺炎会经过人跟人之间的接触传染给另外一个人。那么大家也看到哈，最近我们的警察非常努力的24小时都在巡逻，看到你们在逛街的啊，在闲聊的，在喝茶的，都会赶你们回家，甚至我们在公园运动的都会被赶回家。那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就是担心人跟人太多，然后容易传染这个病。那接下来的日子呢，我们的警察就不会再赶你们了，他就会直接把你们抓起来，然后控上法庭。因为我们的行政管制令已经10天。